植树节手抄报怎么画？我们可以先画出今天的文本框，画出一个大树的形状。我们写上植树节的日期，然后我们来写上植树节的标题，可以画上一些叶子。我们来画上颜色，绿色涂上植树节的颜色，用不同的绿色画上树叶的颜色。我们用不同的绿色画上文本框的颜色。棕色我们涂上树枝的颜色，蓝色涂上日期的颜色，我们用黄色给它画上装饰线条的颜色。看这样，我们植树节手抄报就完成了。